運動。我節目嘅流程咧，我希望得一個字嘅啫，心，都有呢條心。唔好介意自己做唔到，就算你衰啲講句啫，你做做下，你話我唔想再跑。你只需要喺鏡頭前面，你俾我話俾我聽，我唔想再跑，咁就得噶啦。個節目就可以喺嗰個位嗰條線就可以轉。首先我覺得這個節目是非常有趣的一個校園節目，我覺得是一個挑戰來的，是試試改變自己一種興趣。要教一個可能拍子不是那麼好，對音樂又不是那麼純熟的一個老師跳舞，我覺得很有挑戰性，我覺得很適合我。靠老師是一件很刺激的事，當我知道對象是鳳Sir的時候，我更加想做好這個節目，因為跟鳳Sir真的很friend。如果按照即是說我要教他玩劍球，我覺得其實他應該都挺容易的，我對他很有信心的，反而我是怕我自己呢是做得不好令他失望的。我覺得他應該會學到的，吉他對於我來說是真的很差，音樂對於我來說是一個缺陷。其實你問我不是很大信心。兩分鐘一定得的，就但是好不好看是另一回事。有幾大信心啊？一半一半啦。大概媽仲會有，唔係仲會叫你 cover 一首歌㗎。我只是懷疑緊自己的能力。心情啊，其實咧，我話俾你聽，我真的很害怕㗎。就冇今日咁清楚睇到咁多嘅一啲咁樣嘅花式嘅，係啦。頭先睇完真係有啲擔心，先緊張咯，因為未學過咁啊啲嘢。我好興奮啦，同埋有少少驚嘅。我真實講句啦，鳳Sir而家係我第一隻白老鼠嚟嘅，成功與否咧就睇下我鳳Sir嘅接收能力啦，同埋我教得好唔好啦。我期望啦，期待咯，同埋都好緊張，同埋都好驚喺呢個過程入邊，我會。好嬲啊！發嬲，我嘅醜態會完全呈現咗喺 Miss Man 嘅面前啊！加油！